下一个题型就叫做混合，把两杯倒在一起。那基本上就跟我们当初的重量百分浓度倒在一起的意思一样。以前就是把糖水的质量加起来，糖的质量加起来。现在就是怎么做？糖水的体积加起来，糖的摩尔数加起来。公式是没有变的，下面就是要放公升，上面就是要放摩尔。两杯倒在一起，糖水加糖水，糖也变，水也变，糖水也变，但是公式不变。分母就是要放糖水，分子就是要放糖，然后糖的摩尔就加起来，糖水体积就加起来。啊，刚刚讲过了，体积通常不是问题，可以直接带，直接加。有问题的是摩尔，你要去算出摩尔，然后再把它加起来。所以摩尔怎么算？就 m 乘以 v，m 乘以 v。所以原来的摩尔数，原来浓度乘原来体积，原来浓度乘以原来体积，就是原来的两个摩尔数，然后要把它加起来，然后体积要把它加起来。带进去，上面就是两个摩尔加起来，下面就是两个体积加起来的，记得要除一千换公升，所以算出来叫做一大 M。所以做法就是，两杯混合的做法就是，把两杯的体积加起来，把两杯的摩尔加起来，带回公式里面升分之摩尔。答案就算出来了，就是我们的做法 ，OK 吗 ？OK， 好，换你们做。好，两大二一公升，零点五大二两公升混合在一起，请问你浓度有多少？一。浓度有多少？一。二十六号、十六号、八号。不好意思啊，工作延迟，延缓。快点给我玩播了，我。十六，十六八。跑你们来这干什么？跑一桶，跑一桶。刚跟你讲了，把摩尔加起来，把体积加起来。好，慢慢算，厉害哦。跑一桶，跑一桶。跑一桶。算出来，这位大哥，第一个题目已经是公升了，没有需要先把公升换成一千毫升再除一千，不用要换。第二个，
你这样做出来的是墨，你没有做下面啊。刚才讲墨要加起来，体积要怎样？加起来，你没有做，你没有做。墨加起来，体积加起来，怎么算？然后带进公式，怎么算墨 ？m 乘 v， 墨浓度乘以溶液体积，所以原来的是二乘一跟二乘零点五，零点五乘二，然后把墨加起来，然后体积加起来，上面的墨就是二加一，以下体积是一加二，所以算出来是一大 m。这就是一大M的原因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好，下一题，200毫升硫酸铀，它告诉你有 39.2 公克，因为现在在算墨浓度，所以表示你需要把它换成墨，然后又再加水，加到300毫升六大 M 的硫酸溶液，然后呢，请问你混合液的浓度有多少？一样，换你们上来做。21号，32号，21、32，没有21，32号，25号，找不到女生呢、啊，6号，上来，赶快擦掉，赶快算。你可以不要再玩了吗？哇，还是都是好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吧，你叫八家讲。逼人。抽掉。还有一个人，还有女生啊。很好玩，还有个女生谁？我刚刚抽几号？21号，他跟14号也照不对啊。10号刚抽到，他打掉他了。8号吧。8号，不要跑去啊！没有，没有，开玩笑。我刚刚忘了抽，我现在忘记我抽谁了。17号，6号，18号，对，快一点。我不会算。这题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前面没有告诉你墨，你要完全自己求。这题是有告诉你它有几公克，可是你还是要把公克换成墨，基本上就是墨相加，体积也把它相加，做法还是一样，墨相加，体积相加，带回公式，升分之墨。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墨多少？要去算，第一个是200毫升，它给你 39.2 公克，给质量怎么求墨？除以原质量或分质量。六大 M 有浓度怎么去算墨？要乘 M 乘 V， 浓度乘体积。所以第一个 39.2 公克除分质量98，算出来是 0.4 墨，浓度六大 M 的整体积算出来是1.8墨 ，OK， 墨都有了，然后就把它墨加起来，体积加起来，墨加起来，体积加起来，啊，上面就是墨加起来，
下面的体积加起来也是一样，要换成公升，所以算出来0.5×2.2，4.4大m。做法想法都一样，就是混合的时候就是摩尔相加，体积相加，带回来公式就对了。请问有问题了吗？没有，很好。